所以刚刚哎，其实哦，在齐妈刚刚讲那个台语，嗯，就练邓哎，对不对？练邓练邓。对啊，有些时候在家里面真的要好好学一下，因为老一辈在家里面都是讲台语。是啊，对啊。大概台语拢我了袂歹嘛，齐妈。袂歹袂歹，假好假好。好，好，哎，真的吗？丽婷也是假后假后，有有，我是真的进了这个张家之后开始学，有啦，那现在讲的很蛮流利的啦，起初都是很难呐，很难沟通啊，啊，有时候讲出来就很好笑。那现在已经都非常非常的，就几乎都可以全程台语。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同年龄层，要找到像我这么流利台语的真的不多，除非他是中南部人。但又是道地的台北人，所以应该算还可以。那验收一下，那验收好了啦。我们出题目，嗯，啊，你就看那个字字板，然后念。对，台语，嗯，好，我是生活用语强哦，不是那个莫名其妙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不会太难的啦。啊，说生活用语，看看婆婆听得懂听不懂，好不好？先不让婆婆看。婆婆猜是不是？哎，给她猜，给她猜，嘿，来这一句，这一句哦，啊，袂使讲国语哦。好，妈，我带你来去动物。动物园，哪看麒麟鹿，哪啉珍珠奶茶。哎，安尼听有啦，安尼听。带你，你要带你去哪？去哪里？带你去哪？动物园啊，动物园。奶茶杯啦，动物园是什么？动物园。动物园。他刚刚讲了一个动物是什么？动物园。哪看麒麟鹿？麒麟鹿。麒麟鹿。长颈鹿。长颈鹿。哎呦。是。哎，对呢。麒麟龙，所以珍珠奶茶没有台语哦，其实都是讲国语吧。珍珠奶茶好像金珠奈德哦，长颈鹿金珠奈德，好难听哦。所以后来那我们再考一题好了，来。阿 Ken 呢？啥？目睭皮有两层，真正足清的足好看，嘴唇目睭 sexy。现在台语跟英文是有通的，所以就嘛就性感呢。丽婷婆婆阿念咩阿念？哎，这对啊，一样这一句要怎么念？丽婷婆婆来念一下。哦，一共也是双眼皮啦。哎，双眼皮。双眼皮阿公，阿罗香甜的诶，目睭皮。哦。哎，我都有讲目睭皮哦。我说要讲目睭皮。哦，你看你哥这么顶顺哦。顶顺对啦，顶顺啦。我真好看，好手嘛真性感，意思讲袂歹，真帅。性感，性感，性感，无台语呢？无台语就是帅而已。台语没有人在讲性感，性感，没有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就是帅。台语叫做飘卡称啦，飘卡称，飘卡称，卡称。欧美共，台语跟性感，你凤鼻不会消，就性感嘞，就性感，性感啦，性感，性感啦，好像这样讲。对不对？哎，你看这样子就有讨论的啊，所以还可以啊，哈，还不错，不错哎，大家都听得懂啊。我们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还有一题？还有一题。那我们考李欣。李欣啊，你现在应该考李欣啊。这个连我都觉得蛮难的，很难哦。这个我对我来说很简单呢。吉阿雷，吉阿雷是什么？吉阿雷，吉阿雷，吉阿雷，菜市场卖。不能奶鸡卖奶鸡卖奶鸡，还有青歌屋，青冈菜跟菠菜，你念国语干嘛？青歌屋，青冈菜跟菠菜，你念国语干嘛？龙井龙井秀龙井秀。青江菜跟菠菜，我来正版的，不错了，要翻译一下哈。来，你直接讲啊。今日菜市啊卖荔枝、够青江菜、甲菠菜，拢足俗的。菠菜就是菠菜，菠菜是青江啦。菠菜，维尼啊，维尼啊，维尼啊。啊，青江菜，青江菜是藤西啊，藤西啊，藤西啊菜，藤西啊菜。就学啦，就学啦！哇不，你这个叫我刚刚要念，我也是念不出来啊。这个你念得出来吗？青江菜我会，因为叫汤匙藤西鸭菜。藤西鸭菜，回灵啊忘记了。回灵啊会忘记是菠菜。对对，忘记了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不错啊，就是其实只要投其所好，我就不会就问，不会就问，不会就问，这样就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。而最后这一段互动最好。前面都还没，你不对啊，你要这样啊，哎呀，我们共同去钻研一个东西，可以洗菜洗下的二啊，对啊，培养共同的兴趣，对，感情就会好。
好不好？希望大家的婆媳关系长长久久都非常好，好吗？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，再见，拜拜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间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这些我们都遭遇过。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你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全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